那还是出站卡。啊，这扫码的。我有这个码，我刚刚扫过了，云南的那个是吧？呀，谢谢礼物。哎，怎么又要弄一遍？我之前有过一个呀。等我填码，兄弟们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好难呀这个。云南省。这叫什么市啊咱们这个。宝山市。这也没啊有。中国四川省成都市。好，可以进了。这就是进啊。我操，不，这不跟想象的不大一样啊！我的头等舱在 VIP 休息室，感觉这票买的有点拉胯呀。哪有 VIP 休息室？啊，有 VIP， 这不写的吗？啊，只有一个柜台，无论是不是 VIP 都走这一个。啊，你看，就只有这一个，就只有这一个柜台有人，上面写着 VIP。我那啥给你了啊。老板，八点。我好像能直接去啊，直接电子的。咱们有电子那啥，可以吗？你直机了吗？他这边到底行不行啊？支不支持电子直机啊？纵横航旅上的是吧？这咋还得？你不是头等舱吗？在那儿干嘛呀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妈，啥意思啊？你不头等舱吗？头。左边的妹子身材真好，我操！我都到这种车站了，兄弟们，你还能打出这么丧良心的弹幕，你要佩服在下啊！谁也不让带。啊，你买的票多少钱一张？八百多。我头等舱一千零八十，多280。那有啥区别呢？多280，我心里还能舒服点。那你不也得排队吗？你也不能先走。其实那边是 VIP 排的。哪儿啊？那。那是。我操！他妈的，你不怎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没问，啊，这有，操，这么闹笑话。衣服要脱了吗？
兜里还有东西吗？有。都放了一下。刚刚送过的。好，谢谢。没有差。别摸我腰。变大了吗？哎呀，三金你怎么这么慢呀？我都进来了，你这也太慢了吧，三金。哎呀，三金你能不能快一点儿？哇，好大个机场。主播，你盛世容颜没了，我有。就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这个感觉有点像小的时候坐的长途汽车站。我靠，这腿！这椅子是电动的，三金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哎呀，你这也太慢了吧！还没过呢。我带过来的东西不能带走。为啥？什么东西不能带？护理液。啥？隐形眼镜护理液。可以啊，隐形眼镜护理液你都带过来，为啥不能带走呢？丢了。你每个地方每个地方工具规定不一样。规定是一样的。等下直播吗？是吗？走。等下直播是吧？啊？在直播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到里边去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挡东西了。啊，在安检通道里面。啊，我们在安检通道里面，我走的是另外的通道，没从你这儿过过。啊。石头当然能带了呀。好兄弟。是挺凶的呀，但是人家这工作也没办，这是正常的人家流程，对不对？规定。但是他态度不好，我可以投诉他态度不好。但是一看我们这人挺好说话的，算了吧。最主要我看他长得挺正，也打不过他。那找哪个地儿坐一会儿啊？我那块有地儿，那块也有。那还有个登机口，二号。二号 VIP 厅，看见没有？那有 VIP 厅。但我觉得坐这儿舒服一点，在外面坐着吧。哎，这有俩并排的，有俩并排的，咋的了？以前都得走好久好久。那、现在就还很方便呢。过安检就到了。对。去看看 VIP 什么样？我去看看。先那个什么，就是。那我带大家看一眼。里面那个，哎，无所谓，帅哥，我说实话，在大机场我都不去 VIP 里面，何况小机场呢？我是无所谓这个，我主要是。坐大点舒服点，然后进去看看我在咱家，啊，展示一下吧。哎，得得得得。
登记的还挺仔细。二号登机口，这是二号登机口，只有一个登机口。好，谢谢。才是早点进吗？我不能把三金一个人丢在那儿啊，所以说我选择跟三金坐在一起。三金啊，三金过来，这就是二号厅啊，这就是二号厅啊。咱们回成都好像一周只有一次直飞的。啊？一号的，这不是二号登机吗？他还没登机呢，他没有登机信息呢，还没有登机信息呢，先找地儿坐嘛。那旁边小姑娘冲着你笑。哎呀，那俩女孩冲着你笑，你敢上去跟她说话吗？我不敢。为啥不敢？你怎么这么怂呢？不让我走。不可能。万一把我留着里怎么办呢？你这样有什么事我罩着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刚看到她也对你笑了。没有，她是对你笑的，我看着。她真对你笑了。你怎么一说话她就笑了。你说老妹儿，你是不是回成都的？这二号口，你一号口回成都的。今晚上这一班飞机全是飞成都的，你是傻屌吧？能坐这么多人吗？啊，能坐这么多？就能坐那么多？还是我兄弟们改不了这个习性，看见女人就想打上，人气又高了，一乖会儿吧，又上了开始。怎么一上你就给我了？你不想跟他，不想跟他唠。不是兄弟们，你们实在是不行的话，我给你们个建议啊，就大家实在是压抑的不行，就实在是见不着女孩了，实在是没有就是那种想，尽量把自己整高档点，那看也得稍微好看一点。我觉得男人都好色，这很正常，稍微有点姿色也可以是吗？这个是太囫囵吞枣了，看见个女的美女。是不是？什么事？有些问题。来都来了，得在。你过去说个话，你去说句话，真没事，兄弟，我保你没事，你敢不敢？我不敢。没事，你媳妇儿也不会怪你。我不敢。你敢不敢？发藏宝图立马就去。你可是有四五个女朋友在直播间盯着你，你不干。四五个女朋友怎么了？啊，那是我用钱养的，我想让她干啥就干啥。我说东她敢往西吗？啊，男人就应该爷们一点。前往昆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八 L 九九二八次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，请您到柜台办理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.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? We're now ready for checking for flight 8-9-9-2-8 to Kunming. 他们喜欢这个。前往昆明的旅客请注意。觉得这两个小姐姐好看。8L9928次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。请您到柜台办理。你看，如果追求高人气，你要是那个啥，就到那里哦。我觉得这个给大家耍耍宝啊，接接地气，这没什么问题。太嘚了，是算了吧。以前真的会去做，我以前一上脑，不上，不去。咱们接着聊聊咱们
我就不去。我喜欢名媛，我就喜欢玻尿酸的，没有玻尿酸不上，咋的了？我就喜欢看玻尿酸，那没有名媛的能行吗？对不对？这必须得名媛呢，必须得有，得有什么的大玻尿酸支撑着才行。为了艺术，我为啥要为了你们的艺术那啥呀？就是，别，老伯姐，有什么去太古里啊？给你炸个街啊？什么又太古里？什么看见哪个女的给我上啊？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咱们直播时候最好玩的，你知道，在丽江有的时候就那种认识的女孩，就是那种还有那个谁，那个跟我一块去漠河那个叫啥来着？就是那种，就真的是自然认识。你像咱俩在太古里认识那个，就胖胖的那个，也是拍抖音的那个麦芽，就觉得是这种，就是真的是自然的那种啊，走走聊的也聊得来的这种认识。然后就像咱们大理不是去丽江那种，就是玩着就认识这种，我觉得就是，相处的很愉快，这样对吧？也比较真，比较舒服一点啊，也没有什么剧本。就比较自己也比较舒服一点啊，你这种本来自己都不愿意干的事你去干的话，我觉得你看，要不然高利一下有高回报嘛，对吧？要不然哇给人整个你刷礼物刚刚嘎的是吧？要不然你要人气，你需要拿人气的工资，对吧？你往死里做人气，很显然两者我现在都不需要。很显然，这两者我现在都不需要。再使你给我死，我一定会死的，但你一定是在我前头的。算了，别强求他，他不敢。咱们以后尽量，我们直播间的镜头尽量少出现女孩，知道吗？太吓人了，我的天哪！看见一个女的，杀！真的，看见一个女的就杀。不过去北京嘛，我呀要去北京，去成都我待几天，可能还要再去趟北京。去北京呢也是忙事儿。我最近直播的就是每天，反正最低就三个小时嘛，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嘛。那有好玩的事多播一会儿嘛，没什么事儿。你看我们这要待机。对吧？我要不直播的话，我去也大眼瞪小眼啊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所以说，你们也没有坐过这样的飞机，也没有坐过这样的机场，感受一下嘛。啊，待会儿登机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他登机通道什么样，怎么样上飞机的，也让你们上。我说的，你能，明年能。但是他旁边有男的，怕什么呢？你腿确实好哈。你能。真的，他不拍，真的就那个，他不拍太工作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不拍，还在偷看，还在偷看。这确实挺好。先把上司打在公屏上。他居然不给你们看。看完了之后容易坏事儿。前往成都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MU5729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。我是想上的，但是他不给我机会。出示登机牌，你这从那走。一号登机口上。我不是二号呀，我们去。咱几号登机口啊？我们二号。是二号吗？那边走。那边走。我看一下是几号。登机口一号，走吧，登机了啊！哎呀，看看这登机的有什么特殊的啊？接过一下。后面的旅客，麻烦排下队啊，排一排。啊 ，VIP。
哇塞，这也太有感觉了吧！啊，这种机场太有感觉了，兄弟们，你看，大飞机直接就能看得到。哎呀，好难受！让三金在后面玩，好好排排吧。哎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哪儿啊？记不？哎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去那个，那个菲律宾的时候给大家直播，有那个时候看过我的直播的吗？落地的时候也是这种机场，也是这种感觉的。多少有点草率呀，对。啊？你怎么这么快？啊，我走得快。不是，为什么我买的？我买了特殊通道的票，为啥比你这排队的885？那不就差个100多块钱吗？是不是？100多块钱买不了多少时间。哎，要不然咱在飞机下面拍拍明元峰的照片，这不用组团拼了，一张机票拍个1000张就回本了。那。在头等舱上面拍那个吃的喝的露腿那种，哎不，你现在流行什么？空姐，无论你是不是空姐，他妈的都得穿一身空姐的衣服在飞机上。专门现在有那种，让你上去吗？有，现在有那种就是那种不飞了的飞机，然后就把这客舱给你腾出来拍一次照片，多少钱？你兄弟们有知道的 Q1，真的，真是这样的。然后就穿一身空姐的衣服上去，整个机场就一个飞机。后来我看了抖音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空姐这么不值钱，他妈到处都是，他妈看见一个女的都是空姐。